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各位晚上吉祥。那几天不见，不知道各位又提高了多少呢？蓝眼睛复习到哪儿了呢？再看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部经，是出自《佛说弥勒为女身经》。那从最初，佛与弥勒几乎是同时出发心，但是弥勒好于足性，所以说呢，每一生啊都比较缓慢。一直到佛到学堂第四天添祖了，那弥勒还做别人的老婆呢。大家可能难以理解，是因为呢整个在漫长的修行过程当中就是正常现象。实际就如同我们此生今世啊也是这样的。大家过去没有修行佛法的时候，但对这些事，整个人生一再的事，理解认识的不清楚不透彻。那现在学习佛法了呢，我们就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理解了。相信大家继续的学呢，都会有所升华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弥勒菩萨那样能得到佛陀的帮助呢？专程的随着他，专程的去带动他，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家弥勒啊？那实际这一篇经文当中展示出来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看一看，那弥勒他做妇人的时候，他的每一点一滴都展现的那么清楚啊。那我们呢，我们能不能从中去感受一下？那我们看一看，那弥勒做妇人的时候，他的具体现象。我们说佛当时做天地事的时候，他见到既有过去的朋友，现在做女人的身，做一个富商的老婆，这整天呢被财色迷惑，只对那些感兴趣，不念无常，从来没有想到这些都是不停就在变的现象。无常就是不停在变，常就是要不变，无常就是总在变。实际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变呢，但是呢他没有去想，也没有认识。那这个女人每天都干什么呢？就诸作事情，博取事宜，就愿意在闹市喧哗的地方去得到别人的恭敬恭维。那他整个心思都在这些名和利上，对这个无常的变化现象没有去感受一点。实际啊，大家想想看，我们现在时时刻刻都在无常状态当中啊。你让那个时间在变，世界在变，物质在变，
我们身体在变，心理在变，一切都在变了。只是有的人注意到了，有的人没注意到，有的人小看了这些个无常现象。实际呢，这些无常现象一切都不停地在变，这是事实。你认识到也好，不认识到也好，你把它看重也好，看清也好，都妨碍不了它这个正在变的现象。在佛家呢，就是让你觉悟，就是这个无常的变化现象，你要明白，因为你明白了，就好办了。要是不明白，这变化现象时时刻刻的就在那，你不明白，那就麻烦大了。你就会把这无常世界当作长恒的来想象。那这么个无常时时刻刻都在变的整个身心世界，他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去想它，整天就坐在市井当中去贪名逐利。那各位，我们自己是不是这种人呢？各位，我们自己是不是这种人呢？我们每天有没有去想自己的名利？什么玩意对我有好处，什么对我没有好处？曾经以自我为中心，有没有呢？如果有的话，那就跟他一样了。如果有，就根本不会去念及无常的事。实际哪一个是我呢？我们说我们去贪名逐利，那追逐名追逐利的我，哪一个是我呀？要说今天的这个身体是我，已经变了，到明天已经变了，它就不是了。要说心理呢，心理也变了，整个身心世界都在变。那这是一个无常的事实啊。各位能不能时时刻刻都觉悟到呢？好多人认为我知道啊，那知道没有用啊，真正的要把它运用出来才有用的。那记住了，这个无常不念无常，贪诸名利，这是一个这个迷了过去的一个祸患。那不仅是他的祸患呢，我们现在还都是这样。整个这一篇经文就是围绕着这一句话说的，就是不念无常，还在那块罪名逐利。整个这一篇经文就围绕着这么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核心的中心思想。那随后呢，这个商这个第四天就变成一个富商来到他家，来到他家以后呢，就看到这个女人笑，但是呢，当时的人都很有礼仪，都不会轻易的乱说话。但是现在人呢，一个男的看到一个女的总在那笑，那别人呢就得去骂你，那不太奇怪了吗？但是他们那个时代都很有礼仪的，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不仅是看到这个女人在笑，同时也看到这个女人周围的小孩啊、邻居啊，这些个所有现象都在笑。那第四天当时为什么笑？笑什么呢？不管是冷笑也好，热笑也好，那漠然的笑也好，开怀的笑也好，他为什么要笑呢？难道说看到众生不念无常，贪名逐利，
那菩萨就成天在那笑吗？大家仔细想一想，朝那个更深度去跨进一下。那大家有没有小看那个弥勒过去一生，他做女人的时候，就是富商女人，他暗中留意，就看到这个富商啊，他一举一动就跟别人不一样，就问他，你为什么笑呢？后来这个第四天就说，为什么笑？因为他都看到了，看到了整个前因后果，这些个无常变化的现象，透过当时的这个表层现象，逐渐透达了这些个因缘果报的所有细节上的事。大家有时间仔细看一看了。那各位说，我们没这个功夫看不到这块怎么办呢？那你看不到关键，你能认识到就好了。这里面都是无常的现象，这些无常现象依据是什么？依据因缘，有不同的因不同的缘，就会展现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它不是长恒不变，因为你过去造因都是有限有量有数的，那现在展现的这个现象也是有始有终的。那现在又是有中的这个现象，我们叫做果报。那果报都有前因呢，都有它的因和缘。那富商也说第四天把这些因缘都清清楚楚的看到说出来了。那我们大家仔细的想一想看呢，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些所有说你所遇到的人事物，这些也都算是果啊。那这些个果的前因都是什么呢？那这些个无常的现象都是果，那这些无常现象的果，它都有一定的前因，它都有一定缘，是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展现这样的果实呢？那么我们现在又在修什么样的因呢？我们又在结什么样的缘呢？我们再往下看呢，就能知道一段很意义深远的一段话，就是人事何常，这人间的一些事哪有一点一滴是不变的呢？哪有一点一滴是不变的呢？人事何常，权势不久，你就是有多大权力势力，它也不是长久不变的。所以说有的人呢，从小官一点点当到大官了，这个权势要是不变的话，他就不可能有小官当到大官了。还有的从大官一点点当，越当越小越当越小。还有的过去不是官，现在成官了。有的呢，过去是官，现在被关起来了。这整个权势是不久的，也是一个无常现象。那这是一个现象，都哪来的？都是由过去的因缘前来展现的。由于过去的恶业随身如影随形，就要展现这些现象的。善业也是这样。但是呢，这里呢，为什么人们重视不起来呢？为什么人间人们都重视不起来这件事呢？因为啊，见展隔一步以前忘失。那什么意思啊？
就算是昨天的事，大家不可能把昨天的所有所有的一切都能想起来，不可能都想起来，就斩戈一步以前忘时啊，就连昨天的事大家都会忘得差不多，何况累劫这长城的长夜呢，那大家肯定都忘光了。大家说忘光了就没有了，不对了，忘光是你第六意识上想不起来了，但是呢在你八识当中的这些业因一旦它长成形成果的时候，它就要兑现在你六根和六根所感受的六尘上。比如说你遇到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都是你相应的果啊。不管你记得也好不记得也好，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因果啊是不饶人的，因果是不饶人的，一定要受，受到什么程度呢？要受满了，你都受完了也就了了，没受完就不会了，了了你说我再受你也不可能，因果就是这样。如果没了你必须要受，你想不受不可能，如果了了以后你还想受啊，那你也受不到了。在这里面没有一点人情味讲的，因果就是人生宇宙的法则，就是规律，就是规则啊，你信也是这样不信也是这样，知道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也是这样。好，再接下来进入更重要的点，更关键的点，就是所以啊古佛常常都这样说，以色自存忙于大道，以色自存忙于大道，什么意思呢？一个成天我们追逐六根追逐六尘，六根追逐六尘啊，以这样的方式存活的人，就算大道摆在眼前他也见不到了。这里面大道不是大马路啊，就是人生宇宙的真实，人生宇宙的真实摆在真实本体和真实的现象规律，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但是他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他六根一心都去感受六尘去了，追逐六尘去，追名逐利去了，就那个东西摆在那儿他看不到。大家说这个不可能，这人生宇宙的规律体上用上的就摆在我们眼前，实际真是摆在你眼前呢，真是摆在你眼前呢。正因为摆在眼前，所以说过去的古大德他们见桃花开也能悟道，见到河水流也能悟道，甚至闻一闻梅花香味也都能悟道，因为大道就摆在眼前，你只要去感受无处不是道。但是众生为什么见不到感受不到呢？因为成天追六根追逐六尘，光六根追六尘还不够，还要把这些个放在心里去摇，聚缘内摇，把这些所有缘的现象聚合起来，五根感受的五尘的现象聚合起来放在心里摇，成天就干这个事，白天打妄想，晚上做梦啊，还都是依自己那套想象的去追逐。那这样一来就忙于大道，
来就忙于那个，真正是见不到这些摆在你眼前的真实佛道，就在你眼前，无处不是啊，处处都是。但是众生为什么觉悟不了啊？现在都告诉你了，是以色自存，忙于大道。那各位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再往下看，瑕疵邪见不能佛言。那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带着固有的这个邪见、偏见、错见、错误的知见啊，我们坚固的信错误的以往的知见，那这个时候佛所说的什么你都不会信，因为不信啊，你就等于没有听到。何况有好多人由于习惯关系，他根本不去学佛，根本不去学佛，根本不去学，就不闻佛言了。为什么不去学？因为他习惯了，他成天逐人逐梦下，他六根追逐六尘下，他哪有时间去听佛所说什么呢？因为他习惯，他因为那个重要。那大家仔细看一看，我们无始以来确确实实，古佛常说的这些问题、这些缺点，我们都有了。以色自存，忙于大道，瑕疵邪见，不闻佛言。最后第四天说了，说我一向含笑不已，看到什么都笑。正为此事，正为这件事的关系，什么事？就这些人呢，还都在那以色自存，忙于大道，那道就在那摆在眼前，看不到。就是他们啊，瑕疵邪见，不听佛言，完了还在那块成天自以为是，第四天就笑了。再接下来再详细的剖析一下，须知应该知道，世间的荣华富贵如同闪电一样，是转眼便灭。大家说不对，这句话说的不对，因为世间荣华富贵哪有那么快，闪电是一瞬间呢，转眼就灭了。世间荣华富贵他怎么能那么快就灭了呢？怎么那么快就灭了呢？事实上世间的荣华富贵没有那么快灭了。我们说那些有钱的比尔盖茨，你看看他家那么多钱，哪瞬间就没有了？这些荣华富贵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瞬间就没有了。那为什么第四天呢和佛在他讲这些荣华富贵都像闪电一样转眼就灭了呢？实际呢确实是实是转眼即灭，只是呢站的角度不同，你站那个角度站错了，他不是那样思维，也不是那样理解。我们说你再荣华富贵的人，那你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变迁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呢？从时时刻刻都在变这个角度来讲，无常变化的角度来讲啊，它确实这荣华富贵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大家说我们只说啊，这个他有钱就是有钱，当官就是当官，他不是很快就了了。那记住，那他也是他这个量
有那么多，它是也是有这些量。如果说它腐败出来的量只有一个，那它一个闪电时间它就了了。如果说呢，它有两个闪电那么长时间的福报，它就有两个闪电那么长时间展现。如果说它有多个闪电那么长时间，它有多个那么长时间的存在。那有的人甚至几生几世可以胜福报，但是呢，这几生几世就是它无数个闪电那么长时间的累计。从真实角度上来看，他每一分钟都在消耗着自己福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消耗着自己福报。因为没有看到微细处的人，他理解不了为什么说这个荣华富贵若闪电，实际就是是每一次闪电的时间，弹指的时间都会烧到你相应的这些个荣华富贵的果实。你比如说我们住的最好房子，每一秒钟都在消耗你这个福报，住最好房子的福报我们开一个最好车，每一秒钟都在消耗。就算是你把车放在那个房子，你没坐在汽车里也在消耗你，因为你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些也是你修来的，一旦这些了了那车也就了。包括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包括你的亲情包括你的物质世界，都是这样，每一个闪电的时间都在消耗了。一旦消耗了的时候，你再想找也找不到了。所以说大家正确理解，这荣华富贵它是由无数个闪电来积累起来的，并不是一个闪电的时间就能消耗掉所有的除非你有特定的那种缘，有特定的缘确实它能瞬间消耗你一切。就像佛经上讲，人要造一种奇怪的业，就会断你一切善根，无量劫修来的善根，就算你修了几地菩萨，也给你断光的和那个道理是一样。好，再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了，刚刚说闪电转眼即灭的那种闪电效应，是你单一的逐个的腐败来讲。我们说这是一个由无数个逐个的腐败积累的你相应的一大块腐败，那这些都是一种无常现象。你或许在积累你的腐败，或许你在消耗你的腐败，这一切都是无常，都是在变的。你掌握规律的，你可以自己控制这个变化，让它越变越好。那不懂规律的瞎造那就说不上造出个什么来了。不管你是有意造无意造这些个注定了就是无常的，不停在变的。所以说一切无常，这一切都是无常现象。我们就说这个富人，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这个富商家里，我们看得有吃有喝的，玩也乐的，但是呢她自己没有透达这个无常现象，她不知道每一秒钟都在消耗着她的福报。那最后第四天嘱咐她说，你不要升起这些愚痴的黑暗之见。什么叫愚痴黑暗之见呢？就是你见不到这个瞬息万变的无常现象，你见不到如同闪电一样迅速消失的这些个现象，见不到。所以说呢叫愚痴黑暗的，愚痴黑暗之见就是见不到，见不到完了自己还以为是什么样的，这就叫愚痴黑暗的之见。
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急切的去严格的守住五戒，精确的修行六度，力求自拔。又谁就拔谁呀、好多人说拔济众生，真正来讲，众生要是自己不去用力拔自己，你谁也没有办法的。那第四天讲完了以后啊，就说我现在回去了，将来有缘再见吧。我可能啊还会到你家里来。说完就不见了，走了。那现在第四天所说的话我们也都听到了，各位有时间仔细琢磨琢磨，人家女人听到这些话都改变了自己一切，我们现在是不是听到这些话能改变自己一切呢？人家听完话能懂，能认识到，我们是不是听完这些话都懂了，都认识到了，而且呢时时刻刻拿这种智慧来看待眼前的一切呢？那我们看这女人呢，从明白以后就不再搞贪嗔痴了，也不再搞华丽的服饰了，变得非常淳朴，整个斋心节制。那大家看一看这现象就知道了，非常过硬呢。那过了很久，后来第四天又来了，这个时候他来呀、又把自己变得像要饭的一样，长相又丑，衣服又破，就跟看门的人讲说，你去跟这位主人讲说有朋友来见。后来这个女人出门一看就说，你也不是我朋友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她现在长得非常丑，衣服非常破，因为她变的嘛，第四天变的。这个时候第四天又微笑不止，就对她说，我们仅仅间隔了这么一段时间，我现在变换这个身体，变成了另外一个身体，我换了衣服，你都不认识了，那何况隔世的事呢？过去生生世世的事呢？那在这之后，第四天有详细的嘱咐他的修学的事。那这一篇就完了。那大家仔细的想一想，我们也听过了第四天的教法，各位是不是都能认识到无常呢？各位都能认识到你自己现在每一秒钟都在消耗着自己的福报，当然了，也有的人在消耗恶业。那消耗什么的都有，有的消耗善业，有的消耗恶业，有的人消耗福报，有的人在消耗贫穷，有的人在增加这个善根福报因缘，有的人在减少。大家每一天都在增加呢，还是每天都在减少呢？大家都仔细想一想。那你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出来？再一个呢，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怎么办呢？好，阿弥陀佛。那现在等待着大家把问题答出来，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一下，好吧？好，无尽而起在说，这无限的惭愧，无限的厌倦，如是生死疲劳现象。
厌倦吗？这个厌倦是二乘人的概念了，依这个根基去修，那可以成阿罗汉果。要是按照你发愿这样实时体解达到发无上心的话，那你就要丢掉这个厌倦生死疲劳现象，因为大乘佛法不会厌世，也不会住世。好，山主说，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哦，这很简单吧，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自己可以去修所有的因，可以建立起来所有的缘。这个因你可以让自己好的因，可以让自己倒霉的因，那缘也是有助于自己好的缘和有助于自己倒霉的缘，你都可以建立啊。这明明白白一条路，你迷茫什么呢？好，圣果说，如来为第四天使变形白肉是什么样因什么样果，这因果是否未来弥勒佛也曾帮助过如来，那这个就不一定了，那也可以是发愿为因，也可以说他们彼此都有这样的协议，愿相互带动，也可以过去弥勒帮助过如来，但是在佛经当中没有透露出来这一层面，我们现在不敢把它确定为哪一种，要不然这个妄语就打大了，打佛的妄语，打法的妄语，那就打大了。那我们知道这一定会有前因，前因无外乎这三种就可以了。好，有的人说即当缘生无界，精修六度，力求自拔，那就努力去做了。好，再接下来有人问说，我却在思维啊，怎么做才能让福德只增不减，怎么做才能令恶业快速消耗，我在找方法和途径。好，那就祝福你早日一点圆满的找到，不说还能做到。上主说，弟子要奉行十善，多读经典，依经典行事，不做令佛不欢喜的事。非常好，就应该这样。三才回心说，以身常处于轮回，非不亲闻为妙法，以是因缘诸佛子虚心常念天人师，若有佛子修圣道，发起无上菩提心，愿是住于兰诺中，欲得明修三种度。你提出这个经文来想说明什么呢？好，上主说，我最近玩不起来了，玩不转了，没灵感了，就是这种感觉。女山主倒是进步挺大的。哦天哪，男子汉还落到女人后面去了，这似乎有点丢人呐。因为这个人再丢下去就丢不起了，那将来大家一点一点就把山主给忘了，把女山主给记住了。再一个，你没有灵感，
对这种感觉，他自己也枯燥，没有味道啊，是不是呢？好，所以说，我最后一定要多多积福啊，不要消耗福。说得到，也更希望你做得到。好，不要乱说，请师父公开悄悄话。好了，公开一下悄悄话。好，上面说，弟子养了一只狗，一只小狗，弟子对它宠爱有加，给它念佛号，但是它长时期的经常咬弟子，那弟子呵斥他，是不是在造恶业了？弟子是不是还要还账了？我们所发的任何一个愿，身口意所造作的任何一个因，身口意一动就是个因了。那你呵斥他，那将来他一定会呵斥你的。再一个，他长牙咬你，他也并不是恶心的，那或许他是欢喜心了，他或许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呢。那你人家是修好音，你在一块修坏音，你搞了半天你还不如狗了，这不热闹了吗？那我们的圣明应该不会这样的吧。那记住了，最低限度我们要修个好音呢。好，无言而起说，今天社会象中是这样的，心常清净，离中毒，三世如来所嘱咐，注意无上大法成，未成眼住与足摄，受想行识与福是起心涌出于三有，所有功德尽回向世间之乐，无非是苦众魔境界于人所贪，诸佛所贺。一切苦患因之而起，地狱恶鬼畜生啊，阎罗王畜，粪秽斗讼更相回辱，如是诸恶，皆因贪着五欲所致。趁着五欲远离诸佛，障碍升天，何况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我们现在觉悟了，这种觉悟状态是不是永远能相续呢？是不是把这个光明的觉悟状态遗失了，再继续的进入那个黑暗的愚痴当中呢？希望大家永远在这种光明的觉悟状态当中，那就是最殊胜的了。好，无为说，只愿能早日训练成就恭敬的弟子相，早日成就一个佛认可的佛法器，早日能从身与意上断除一切恶业的相续，从能做到的点入手，一点一点的去做，那弟子非常惭愧。非常好，你说的这些都要建立在对这些个无常的现象有绝对精确的把握这个基础之上，就是对因缘果绝对精确的把握。那遇到善因善缘善果，我们应该修什么因？遇到恶因恶缘恶果的时候，我们应该修什么因？应该结什么样的缘？时时刻刻智慧现前就好办了。好，上主说，破有因可以得几禅了？弟子想破个把因。你把这个破因看得这么轻松啊？
那破五阴可以得几禅，那远远超过了四禅八定乃至九次地定。因为四禅八定九次地定还有都没有达到阿罗汉的水平，那破了五阴远远超过了阿罗汉比之佛。那你想破确实好，那现在就筹备好资粮，将来就在这条路上去旅游一番。只有旅游过的人，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个真实情况是什么。好，上面说将来能改正，非常好。好，愿众生如佛子说，丈夫的奶奶已八十高龄，而且腿残疾，失去了自理能力。第一次想尽孝道，接他老人家来家里奉养，可是丈夫的父母却不愿意尽赡养义务，而且对弟子也很有意见。弟子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不孝顺父母呢？是的，是违背了父母意愿，是属于不孝顺父母。那记住，一层管一层，一代管一代，我们不要太超越权力，喧宾夺主那是愚蠢人所做的事。那你可以尽你的心，但是只要父母在的时候，纵然是那个奶奶八十岁高龄了，她是一个福田，因为病人嘛是福田，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为了成就自己的福报把父母给搞惨了，那也是不明智的。好，标准来说，真正调柔了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真正调柔了是什么样的状态？那大家可能听说过大清朝，好多人呢都是有个大贪官叫和珅，实际呢，我们从调柔这个角度来看，他是真正调柔了，就跟他跟皇上之间的关系来讲，不是他跟钱财物的关系，也不是他们官员同僚的关系，就是他与皇上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一种调柔，一种恭敬，一种唇齿相依，这么一个标准。好，圣国说，怎样渐次修行禅定呢？怎样一步一步的修行呢？那一切都要讲究一个因缘，因具足了，缘具足了，那你就可以去修禅定了。那怎么样一步一步？那你首先把因缘备齐，因缘备齐以后着手训练，那从初步那一步一步的走，怎么样的一步一步？那个涵盖很多，那个除非我们专题论述，实际在佛经里呢也都有讲，我们还是严格的依据佛经佛陀教法，就最标准了，保证你不会出错的。好，上主说这个爽，准备要这个啊，好。出一段华严经里的话，说若菩萨能恒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于众生常是尊重常是，则为尊重常是如来。若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本体故。若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常当正觉。比如旷野沙地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茂盛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于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于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啊，菩提它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是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尊重成事这一切众生呢？我们现在说尊重成事一个师父都很困难啊，要是尊重成事一家人就更困难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了。要是尊重成事一切众生啊，那是困难上加困难，比困难还困难。为什么会有困难呢？因为有个我呀，因为我去尊重成事别人，我自己难过呀，我自己做不到啊，与我自己相违背呀，所以说我会处处作怪。那只要有个我在，你这块就别想成功。如果说你想成功，那你就应该先把我铲除掉，无我了，那自己只是常识尊重诸佛众生的工具就没有问题了。好，接下来有人问说，有人想出家却会有很多障碍，只想出家是什么因障碍想出家人，出家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那果报就严重了，那将来一切好都不能得，纵然是注定该得的，也会障碍重重才能得到。那么现在自己出家遇到障碍，也是过去曾经障碍了别人的好，障碍了别人的向往，那现在自己的好自己的向往必然遭障碍。出于做什么就是这样啊，月月循环永无了时，来自于无尽的忏悔，无尽的忏悔方式消除的。好，阿弥陀佛。好，再接下来有在准备问说，怎样就算是刚强了呢？怎么样算刚强了？我们通常来讲，人合不下来的时候，人合不下来，语言、行为、神态、表情，人合不下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刚强。阿弥陀佛，只要大家能得好，就是件好事了。好，无言而起说，师父讲宦官法门的时候，不也是要第一步厌宦，既是宦，也要离宦。
罹患是样患的相续现象，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是觉悟实相，这是实相大乘当中啊，不理解师父为何在文字上辩斥，弟子知道一切法本是自心，无有障碍，应诸实相。那你说的非常好，非常对。是你说这样的。好，接下来有人说，生病也是因果吗？还是在消恶业吗？我们说疾病是杀生、两舌等等这些因形成的这种果，这种业报现象。那人在生病的时候，那也是消耗恶业，但是通常来讲，我们要光靠自己硬来的消耗啊，那自己是吃亏的，那是傻人。如果说能借助药和其他的方式方法能让他少受一点，尽早的结束，那不更好吗？那不一定非要用这种瘦的方式来消耗，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尽可能的把它转换掉。好，接下来有人说但是每个人我的概念都很强那我的概念很强就很难与法相应，因为只要有个我就不能与法相应了。好，标准在说怎样能快速的成就具足别人优点我们说随喜赞叹发愿那个、这样呢是最简便的修因修缘，那么量积累够了就可以展现这些个果实这样速度是比较快的，记住别人的优点。上次说弟子现在的情况师父知道吗？若知道师父指示一下好吗？非常惭愧啊，我不知道的因为我现在自身难保，我也没有去过多的留意大家的事真对不起了我光刚说我是最大障碍，所以说呢现在我说自身难保也形成了一个有我，有我就有障碍，当然就看不到你的事了。好，我再说弟子这隔天来网络极不正常弟子忏悔，我是以来于法不敬重，非为佛法器，诸缘不具足的种种过失是要忏悔，是要发愿的，多忏悔多发愿，我们一点一点就扭转了。好，圣国说弟子等车的时候看到来来往往的好车，会赞叹车主的福报，同时发愿愿弟子早日具足如是福报，对境发愿请师父认可是这样我们随喜赞叹发愿但是要知道一旦你这个愿兑现的时候，你就开始消耗这种福报，一直到消耗尽除非你能连续种因除非你修一个如同真如相的这种因，那就消耗不尽了。好，
为再说以前讲药师本愿经可不可以整理出来来利益他人呢？当然好了，能利益人的事总是好事。好，上主说，要是得了癌症是化疗好还是不化疗好？这个也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这个不能说一概性，要具体的才能敢说，要不然的话都属于害人的。好，接下来有人问说，怎么样看待家族遗传病的因？那只能说共业所感啊，才有这种共同的环境下共同的人群。但是呢要是说这个家族遗传是绝对性的，那为什么还有家族没有传下来这些因呢？只是在个别人身上展现了，就是他这里面有共业和别业，是共业的都要有这种现象，是别业的自然没有这种现象。在大佛正统楞严经里把这个都讲得十分清楚了，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学习一下。好，上主说，最近认识了一位官员和几位演奏家弟子，一下子发现自己的威仪细行缺的就像没有一样，觉悟了。对，记住了，只有这些个人你才会发现人家在威仪细行这块确实比我们强。越高的人他越会这个，越不会这些的那就越低了。所以说呢，能及时的发现就证明你还很有点智慧眼，能发现这些能至少能欣赏能品出味道，很不错的。好，标准说，生病吃药是缘上断除，但恶果没有完全的展露消除，不吃药能让恶果完全展露消除就不吃药就能让恶果完全的展露消除了。不吃药就能让它完全斩落？那你难道说吃药就不能把这个它全部消除了吗？只要你是对号的药物，是完全可以把病整好的。那你这个呢，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啊。好，我说这几天每晚上都听药师经的录音入睡，白天今天白天干活时接着有线的电听了几十分钟，感恩无限，赞叹无尽。是真正的真心去感受，处处都能展现佛陀的慈悲关爱。好，接下来有人说我老公不让我学佛，我自己偷偷的学，现在我身体一直不好，他要把我的经书佛像送走，还因此找借口，弟子智慧不够，请师父开示弟子该如何做。该如何做？北方人讲了，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了。那你跟着这样的人怎么办呢？那只有听话了，这样能让他少造点恶业。我们宁可自己牺牲一点，
不想再造恶业也是好的嘛。因为我教你怎么做，你也不可能去改变他的。真正能改变他的只有他自己，那么我们就等着他将来自己去改变自己，到那时候啊，就都能好了。好，再接下来有人说，我现在发现我不适合当官，那真的叫我当官还真挺麻烦的，因为我不懂恭敬规则，不会尝试，反而会败事。当不了官，不是坏事，是好事。嗯，是的。如果说不懂规则，不懂尝试，那处处受制还不说，也当不多久，一定会下去的。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建立好。好，上主说，弟子最近觉得，如果修成大乘的人，如果大慈大悲的心，如果少了，总是为自己计量能得多少好处的人，进境好像不如慈悲心胜的人快。请问师父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真正的总是为了自己计较好处多少，那还没有入大乘，也没有入二乘，那还是在凡夫的状态之下。那和大乘慈悲心所引导的人那相比，那是日觉相对的不同的。好，善财慧心说，今天又学习莲师开示的自主觉性，自己的日常中也在用，弟子在体上有些体悟，同时反观自己在用上自成的大悲心很强。欠缺，如何加强大悲心的熏习？这一块对有些人来讲是难一点。那大悲心又叫做拔苦心，首先你要有这种智慧，知道众生苦，而且还要有这个方便方法才能拔掉他的苦。那这个大悲心如何熏习？这个里面你要有强大的智慧和善巧方便，没有这个就没办法熏习了。那不像有的人讲的那样放放生就是培养大悲心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绝对的智慧和善巧方便来成就的。好，我也在说，弟子今天一学生讲老子当中的一段，当时请师父佛菩萨加持，一节课下来，弟子感恩无尽，真是不可思议。本来想都没有想到这地方，最后居然讲成了与楞严经意境相契合了，而且事例倒是那么恰到好处的。对了，这个是最有效就是我们经常的祈求，这个也是我们在网络最初学习的时候我就教了大家的，这种祈求非常重要，因为一切时一切事我们都应该先祈求，所以你的祈求你产生的结果就绝对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人说，如何不让他再口业，自己又能学
学佛法呢，他以前是很虔诚的佛弟子，是一些恶缘让他变得消沉。弟子很想好好的带他重新学习，可他喜欢打，就喜欢打游戏。这一边呢，记住，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善的因缘是有限有量，在遇到恶的缘起伪缘的时候啊，它的就变得更少了，了得更快了。一旦这些了了啊，你就很难再相续了，很难再相续了。这个不是我们想想办法它就能再生的东西，好多东西都要靠他自己来才能再生。这个时候外缘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外缘能起作用的话，诸佛菩萨无穷尽的能力就可以在我们这儿起作用了。关键就是他无限的加持也得靠我们去接受的，那你的家里人也是这样的。不过呢，我们细想起来也是正常的，天下的男人差不多都是好这样的去管罪人的，那他多少信了一点佛法，我想还会多少好一点。好，上次说弟子想做个专业演奏家，不知道现在还缺多少，这块就是从你刚才所说的恭敬尊重这个微细的神态表情语言和肢体动作，我们都缺憾好多，都建立起来就好办了，都建立起来就好办了。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吗？只要善念，什么事都可以求吧？是的，是的，都可以。好，接下来有人说，弟子惭愧，其实师父开示弟子，开示什么呢？还是前面所说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不可以总去想着别人的事，因为每个人自己也不发心谁都没有用了。那这个时候我要讲的太多，你要是去做那更麻烦了。聪明一点的人，在别人没有升起兴趣向往的时候，不要去以自己的所谓的好心去强行的管制别人，那样只能破坏你们的姻缘，最后什么问题都会出现了。好，阿弥陀佛。好，谢谢大家的体谅关心和理解。同时我们大家没有在一起学习已经有几天了，那大家是不是今天所学的你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无常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因缘果报究竟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们只是知其然了还是知其所以然了？我们是自在灵活地发挥了还是什么也做不到呢？那各位经常反复的仔细的思维，你就会发现问题，及时的解决自己问题就好了。今天呢就共同学习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继续的来学习，各位晚安，各位愿望吉祥，阿弥陀佛。好，今天的学习也到这里，好，我放麦。